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 我 Stan. 女团 ESPA 的回归舞台预录现场发生了火灾，受此影响，成员云特因身体状况不佳，决定缺席直播。 在5月16号上午进行的 MNM Countdown 预录现场，舞台边缘的布景上火花四溅，引发了火灾事故。随后，工作人员们迅速将观众和 ESPA 成员们疏散到拍摄场地外，并立即扑灭了火。在火灾扑灭后，重新开始了预录。但是最近接受气胸手术的云特因身体状况不佳，将不参加现场直播。SM娱乐表示，云特因身体状况不佳，需要休息和稳定，因此直播仅由卡蒂娜、吉杰和宁宁参加。云特是否参加后续活动，将根据恢复 状况来决定。云特上个月刚进行气胸手术，正处于恢复期。由于此疾病容易复发，他需要专注于休息和稳定。之后，卡丽娜在粉丝论坛给粉丝们留言：“没有人受伤，真的太好了，非常感谢大家从凌晨就来支持和应援。”成员宁宁也留言：“谢谢所有的们，一大早就来到现场支持我们，我们会照顾好冬天的，不要担心。”还有你们的应援超可爱，谢谢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广友们的留言：“没有人受伤，真的太好了，成员们给粉丝们的留言都太暖了，专辑一定会 会大发的，应该是超大发的前兆。大家应该都被吓到了，要好好照顾身体。没有人受伤，真的太幸运了。 希望云特早日恢复健康。新专辑刚发就发生火灾 ，ESPA Supernova 肯定大发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公开就登上 YouTube 热搜影片《一味的逮捕双主打歌之一阿森迪奥》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。 我觉得 MV 很有趣呢，有稍微B级的感觉，然后跟魔法少女的风格非常搭，歌曲和概念很匹配，所以更喜欢。我知道是在追求 B 级情感，但 MV 看起来有点糟糕。老实说，歌曲也不像是主打歌的感觉，很平凡。第一次看的时候是问号，但看第二次就觉得很有趣了。动作场面也很棒，这是什么？美少女战士吗？我看到中间后实在看不下去，所以停了。突然出现的模仿棒是什么啊？是针对小学生的吗？很多人说是针对小孩子，但这是成人粉丝会 更喜欢的感觉，真的很新鲜，我喜欢。没想到会出这种东西。安妮金这里我真的回放了100次，太帅了。是因为黑亚的 MV 拍的太好了，所以如果说黑亚的 MV 是高级的，那 Ascendio 的 MV 就感觉很廉价，字体也是，整体上的质量感觉下降了。既然是 IVE 对抗 IVE，MV 也太美了，已经在期待他们的舞台表演了。所以对于 IVE 后续主打歌 Ascendio，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Watch me, don't touch me.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有着一边笑会一边打旁边人的习惯，但因为旁边是前辈，无法打对方，只能拼命拍打自己的手的金国文。 봤는데요, 여러분. 아, 예. 아, 이거 말씀드려도 되나? 어디 말씀하세요, 그랬더니. 힘이 너무 많이 들어가요.